赵薇的这段过去太痛了，直到告别式那天痛哭，大家才知道她竟还是忘不了他啊。赵薇因扮演小燕子在全亚洲走红，注定了她会是个不平凡的女人。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才华横溢。赵薇不但在电视、电影、唱歌、导演等四大领域有不凡的成绩，在商业上也是大亨级人物。这么一个成功的女人，背后一定站住不少男人在支持住她。这其中自然也有赵薇忘不掉的人。众所周知，赵薇的老公是富商黄有龙，赵薇能嫁给他，算是他的福气了。自从嫁给黄有龙后，赵薇的身价一下子翻了好几倍。老公作为陪伴自己一生的人，自然是忘不掉的，至于排在第几位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其实早在念大学时，赵薇就一直被同班的黄晓明喜欢住，可惜因为黄教主岁数小不成熟，赵薇对他没什么感觉。黄觉主曾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，赵薇是他最爱的女人，为她死都可以，可惜最终被黄有龙捷足先登，抢走了他的梦中情人，而他也已经娶了 baby。 赵薇行商之路之所以如此顺利，少不了生意伙伴马云的支持。赵薇与马云的私交了得，经常礼尚往来，建立了格外深厚的革命友谊。事实上，除了马云，赵薇也在商界也结识了不少生意伙伴，但他们都不能取代马云在赵薇成功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地位。在还没和黄有龙认识前，赵薇曾和王丽勤拍过拖。王丽勤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，多次在国际比赛上荣获冠军，现担任上海乒羽中心主任。据了解，两人是在2000年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两人的恋情还轰动了整个娱乐圈。虽然这段恋情不被外界看好，但当时两人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，但这也将赵薇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很多人骂赵薇会影响王丽勤的比赛成绩，而且只要王丽勤在比赛时的水平一出现波动，赵薇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。两人在众人如此不看好的情况下依然痛苦地相爱住，可见两人爱得深切。然而王丽勤的家人不愿意接受戏子，而且当时王丽勤的事业受到了赵薇日期旗袍事件的波及，王丽勤的父亲更加强烈反对了。被逼无奈下，王丽勤不得不和赵薇忍痛分手。这算是赵薇被人抛弃的大事了，如此刻骨铭心，想必赵薇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不知道现在的王丽勤以及其家人有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呢？要知道，要是娶了赵薇，体育界就她最牛掰了。孔令辉、李心宇什么的，他们的女人肯定是无法和赵薇 PK 的。但是最最最让赵薇忘不了的男人，当属谢晋导演了。谢晋在其五十余年的导演生涯中，执导过二十余部影片，
影片大多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历史时期老百姓的命运，歌颂了人类的真善美。谢晋执导的影片中曾有六部获得了百花奖，这一傲人成绩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谢晋正是赵薇的恩师，是他造就了赵薇。赵薇曾说，没有谢晋就没有今天的赵薇，我能从普通师范学生进入到表演行业，谢晋老师功不可没。1994年高中毕业后，赵薇遇到了对她人生影响极大的恩师电影大师谢晋，并进入其创办的谢晋鹏通明星学校，出演电影《女儿谷》的女主角后，开始在演艺圈崭露头角。之后赵薇片约不断，接连拍了《姐姐为美闯北京》及其系列广告音乐 MV， 并且她基本是以女主角的形象出现。1996年她顺利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，这一切的背后是谢晋不可磨灭的功劳。2008年85岁的谢晋离世。在追悼会上，赵薇哭得如此伤心，可见她是多么爱她的恩师。不仅是对赵薇，谢晋导演对于中国电影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多亏了他才有今天的赵薇。如今赵薇可以说是大写的人生赢家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从夏图和林心如的合照可以看出，她甚至比十几年前的小燕子还要美。赵薇素颜都这么美，难怪虏获了黄教主的心。也许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一样的懵懂，但数十年后蓦然回首，才惊觉生活之所以有天差的巨之别，全是因为当初的一件事、一个人。这就是机会。对于赵薇来说，这个人就是谢晋，一个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金光灿烂的名字，却也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这样的过去或许也才让赵薇变得与众不同。赵薇1976年3月12日，中国大陆导演、女演员、流行音乐女歌手，因1997年主演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而迅速窜红，目前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、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会长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工会副会长、中国环境促进会常任理事，并且是法国儒德拉红酒协会授勋骑士。在中国大陆，赵薇与章子怡、周迅、徐静蕾并称为四大花旦。除大众电影百花奖影后最佳导演之外，赵薇还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、华表奖以及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国家影视奖项的最佳女主角奖。2014年，赵薇在导演作品获得肯定后，又在以陈可辛电影《亲爱的》入围第51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，并赢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